这十几祠堂，这座祠堂啊，哇，特别的雄伟壮观。村民说啊，花了500万建的哦。我现在拍给大家看看啊，非常的气派霸气哦。那这里有个井盖哦，时代十几公尺啊啊，它的结构啊就像观音阁一样的哦啊，建设项目啊，建筑面积大家看看。730平方米啊，仿古框青砖混凝土结构。那么这就是他们的老祠堂，老祠堂啊，老祠堂啊，啊，现在成了县级不可移动文物保护单位哦。啊，那么这就是老祠堂，那么这里啊就是新建的祠堂啊，非常的气派雄伟哦。那么一层、两层、三层、四层哦。啊，前面这里有个佛坪，非常的大哦。这里啊，还有一口圆形的啊鱼塘吧哦。啊，在风水学来说啊，那么这口塘啊，也就起到风生水起的意思哦。啊，我们看看这里啊，都雕刻有龙的哦，看见没有？哇，500万这样的祠堂啊，数几。祠堂啊，这里这个村庄啊叫梅花镇白带村啊，非常气派的一座祠堂啊啊，这个祠堂不简单了，你看看，看见没有？非常的气派啊，十几五公尺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啊。哇，看到没有，好气派的祠堂啊，我们走进去看一下啊。哇，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大师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参观一下吗？可以啊。哇，这祠堂好亮啊。哇，这里有了，看到没有？时代十几中心啊，理事大会，这里就是梅花镇时代村啊啊！我想应该这座祠堂刚清业不久的啊，为什么这么说？我们看这个就知道了啊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堂号啊，叫新安堂啊，看见没有啊？好气派啊，这祠堂啊。我们来看一下各地宗亲捐款，哇，有多少啊？这几千几万的都有。上方看到没有，有个太极图啊。我们到二楼去看看，到二楼去看一下啊！哇塞，现在上来了啊！哇，这祠堂好大。啊，这上方好多牌匾呢，看见没有？
哇塞，来我们看看，给大家看一下时代村的风景啊，看见没有，看看，哇，到处的雕龙刻凤，看见没有啊，非常漂亮的一座祠堂啊。那么这里就是他们的老祠堂啊，那么老祠堂现在就建了一个新祠堂，上面还有一层，我就不上去了啊。